不是，兄弟们，这个屌子们，好厉好好厉害，对吧？这个好厉害，这个好厉害。哦，我的个乖乖，乖乖去采访一下。来，坐坐。这好厉害。哎呀。他去买他如果买一个商品噻。哎，兄弟伙，兄弟伙，嘿，我问一下，你是健身的吗？你是的，是健身教练是吧？是的，我就感觉你的身材非常健硕。啊，是的，打拳的是吧？不是，哥们儿，你不会揍我一顿吧？我是一个网络主播，然后那个什么，我对你的身材特别的感兴趣。等会儿啊，我把这个操作。我能捏一下吗？啊，捏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不是，我是你说，你猜我捏哪儿？哎，捏胸吧，是不是胸？是，你猜我捏哪儿？哎呦呦呦呦！胸。万一我捏到你，我咋办？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那我先捏一下手臂。哇，你这个好粗哎，我这个乖乖。他们说的一般练健身的胸能动，就你这个能动吗？我来来来，来个才艺。也不动。对，我想动，来我动。来动来动，我证明一下。来来，哎呦呦呦，哎呦呦呦，哎呦厉害了厉害了，哎呦，哎呦我能，我这个手感应该不错吧？哎呦我的天了，哎呦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。啊，你现在火了，你是哪个健身那个就是现在我既然是做了5年的私人教练，现在我只做营养户外运动俱乐部，我是自己开的，现在自己开的就是 OW、就是 CEO 营养和户外的运动俱乐部。哦，厉害了厉害、像你这种身材是不是那种特别很多的小姑娘就是那种都特别喜欢你？那也不少种，有些喜欢有些不喜欢。有些喜欢就是一般的说，你是算不算那种就是少妇杀手？就是那种28岁到35岁之间那种老娘们儿啊，不是那种成熟女人，年到200个不对，200个，那种女人就是说那种特别的喜欢，就是她每个人嘛欣赏水平不一样，那是必须的啊。